小便，来呼气的时候转胸腔向上。今天下雨，我就在家里下围棋和下象棋；天晴，就在公园里的或者河边上呢，就玩那个乐器，以乐乐会友，会无恙。萨克斯、口琴、葫芦丝、手风琴、电子琴，完全的自学。这个是竹笛啊，这个是陶笛啊，然后学了尤克里里啊，学了书法啊，行草楷。我就是学书法的时候，然后学了葫芦丝啊，葫芦丝我考过了十级，陶笛我过了八级。年纪在我来说啊，就是个数字。只要我的心理年龄年轻，那么我可以力所能及的去干我喜欢、我热爱、我可以尝试的每一件事。我以前是个零基础的姐姐，从来没接触过舞蹈，现在已经学会了很多种舞蹈，还有一个就是走秀，精神面貌有了个很大的提升，我自己也在不断的加深接触各项领域。就慢慢让自己丰满起来，我就觉得啊，收获满满，还有焕发了的我的第二次青春。我觉得学了东西，就像那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的，回来就好高兴。对我老头就呼吁给他听的。我学这个英语，我自己一个人去过的，去了三次。首先去泰国，然后去马来西亚，后来就去了菲律宾。现在我们的老年人的话呢，对这个文化养老的需求啊，也是越来越高。那么紧跟我们也是紧跟这个老年人的需求，开了有这个旅游英语啊、旅游地理啊，以及我们当前这个信息化时代下的智慧助老的一些课程，比如说智能手机、手机摄影，还有老同志非常感兴趣的这个手机短视频的这个剪辑和制作这一方面，还开设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服装搭配。甚至我们还有这个茶艺，我们今后也要做一些这个探索的。